原标题：崇祯皇帝有中兴之志，为何不能力挽狂澜救大明？看看他所作所为，崇祯皇帝是大明最后一任皇帝，也是大明皇帝中最勤奋最用心的皇帝。想当年朱元璋开创大明之后，自崇祯皇帝结束，中间十数位皇帝，其中没有一个皇帝像崇祯这么刻苦，这么勤勉。自从天启皇帝驾崩之后，17岁的他从亲王成为皇帝，可却受到了东林党和阉党的辖制，甚至在刚刚入宫的时候都不敢吃御膳房中的饭食，只能自己偷悄悄在身上藏干粮，可见当时的情势有多么的危险。之后崇祯为了扳倒魏忠贤，联合了其对手东林一党，结果魏忠贤非常容易的就倒台了，可随之而来的东林党却成为了帝国大害，贪污受贿等黑手不用多说，还有欺上瞒下的勾当干了不知道有多少。展开全文，可惜的是崇祯皇帝并不知晓，原来明朝在建立之后，为了防止臣子欺君，就设立了锦衣卫，程度因为是篡职子的皇位，所以并不信任锦衣卫，于是另设东厂，后来又加上了个西厂。这些太监并没有历史叙说的那么可恶，虽然同样贪财，可他们的作用还是很大的，比如向皇帝回报民间现实的情况，这也是一项重要的工作。可崇祯皇帝恨魏忠贤恨得要死，哪里还能听信这些太监的话语，就连其身边的大半王承恩也不是完全信任，于是东林党欺上瞒下，崇祯虽有治国韬略，因为手底下没有听话的人，了解不到实际情况，只能瞎忙活，而这只是其中之一原因。崇祯皇帝上位之后，本来国家局势就不好，关外的后金已成大事，这个时候只能集中内地的力量，任用贤才，方可平定辽东之乱。可崇祯皇帝刚愎自用，说起来就是有股小孩子的性格，信任一个人无限度的信任，怀疑一个人同样如此，哪怕这个人做得有多好。从崇祯元年开始到崇祯17年结束，光是内阁大佬就下狱不止其数，纵观明朝16位皇帝，就属他在位的时间能折腾，这还不算，多疑也就算了，最主要的是不了解装了解，辽镇局势一坏再坏，只知道争抢，对朝中的克扣成立却闭眼不闻。眼看天灾不断，加上征税繁重，百姓不堪重负，纷纷揭竿而起，这下内外交困，自己把自己装在口袋中，还自以为是的封上了口。这也不算，大明还有回天之力，北方虽然乱成一锅粥了，可江南之地仍然富裕，只有及时调动南方的粮饷，征收商税，赈济灾民，固守辽镇还是能缓过气来。可这个时候他又胆小懦弱了，面对东林党的家乡，他居然不敢动这些帝国蛀虫，结果自然明了。北地百姓因粮饷繁重，起义军势力越来越大，辽东战局越来越紧张，哪里都要用钱用兵，就这样庞大的帝国被拖垮拖死了。所以不能说崇祯没有才能没有能力，只是因为耳目被遮，用力不对，导致空有忠心之志却不能力挽狂澜，最终眉山自缢身亡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